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有一个数学题，然后这个数学题呢是这样讲的，就是 AB 是两个多项式，其中 B 是等于这个多项式，那他要你求 A 减 B， 但是呢某生哦把这 A 减 B 看成是 A 加 B， 结果算出来是这个答案的，那么他问说哦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多少？好，那我们先把什么呢？先把 A 算出来，因为他用 A 加 B 呢去算的话，结果得到这个嘛，那代表呢 A 是等于多少？ A 这个多项式哈是等于12 S 平方加 X 加4，啊减掉多少呢？减掉 B 这个多项 ，B 这个多项是这个7 S 平方加4 X 减5，所以 A 这个多项是等于多少 ？A 这个多项是哈12减7是5了。5s 平方1减4是负3，4加5是9，所以 A 这个多项式是 5s 平方减 3x 加9，啊 B 这个多项式哈，我们想的是 7s 平方啊加 4x 减5，我现在求这个正确答案的一减 A 减 B，这就是负2 S 平方的哈，减7 S， 啊加上是4，所以是负2 S 平方减7 X 加14。